人气话题要来关心到，最近天气转凉，有医师就指出了不少秋冬好发的传染病近来是陆续的出现，儿童急诊还有门诊个案也都有上升的趋势。而指挥中心预估九月的中下旬将会迎来 BA.5 疫情高峰，因此呢，国内医师示警说，现在有各种的呼吸道传染病跟新冠病毒一起来，台湾恐怕会面临病毒多重夹击。近来天气逐渐转凉，有一线医师观察发现，各种呼吸道传染病也增多，在门诊、急诊病患中，儿童和幼童也特别多。因为除了新冠肺炎，其他传染病也来凑热闹。医师更担忧，中秋连假民众群聚活动增加，连假后新冠疫情恐怕攀上高峰，台湾接下来可能会面临各种传染病的多重夹击。中秋节前来诊所看诊的病患，大概有多两三成。也因为这样开学，其实也会让我们的新冠病毒呢，在学校间啊，事实上也有一些病例发生。发烧病人来说的话，大概新冠病毒感染造成的发烧的病人比例可能在六成，其他病毒或其他细菌感染的话，大概有四成的。医师指出，新冠病毒之外，本来秋冬的常见疾病，像是流感、呼吸道融合病毒、沙门氏菌、轮状病毒等，这阵子渐渐开始浮现。感染科医师黄立明也表示，不止呼吸道传染病，连肠病毒这种夏天比较常见的疾病，现在九月也跑出来。新冠换了很多其他传染病一起来，而且更麻烦的是，这些疾病症状很类似，得现场一个一个快筛，否则很难分辨。新冠病毒筛检出来是阴性的时候的话，或许再根据小孩子的症状，包括他腹泻，或者说他口腔有疱疹，手脚有疹子，这样的话去做一些驱动。而科医师指出，最近儿童的病床很满，如果要扩增儿童专责病房和病床，可能得牺牲其他病患的床位，对儿科压力很大，也提醒家长要加强戒备，协助孩子做好防疫。谢宗报道。